想要找到世上最懂我的那个人，哪怕需要用一辈子去等。也许这只是人心固执不懂事的天真，可人生呢，是不能回头的单程，没有剧本。李准。这样做真的好吗？我只做对的事情。妈，我这趟出差真的很重要。前两天彤彤生病，我以为很严重，我就给推了。但是理查非常的不满，我都能够看出来，他很不高兴。理查对请假这种事情很敏感的，妈，我不能总请假吧？我店里面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新店开张了，我才露过一次面。早知道天天这样给你带孩子，开什么店啊？我退休算了。我不是都给你请保姆了吗？啊？是你自己看不上，你不用啊。保姆不要天天盯着的，啊？你让我跟他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的，我不喜欢家里面有人。我知道，妈，就帮我带一周行不行？就一周。佳蕊，我们两个人啊，都是事业型女性。天生不是那种围着孩子转的那些婆婆妈妈，但是有人喜欢孩子，天生喜欢伺候孩子，愿意陪着孩子，有这样的，为什么不把孩子给他呢？就知道瞪着我，不是？哎，你的行为我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，工作对你那么重要，你为什么死抓着孩子不放？你这样既带不好孩子，对吧？又耽误了工作。妈妈有时候不知道你到底图什么。他们那样说我，你为什么也要这样说我？谁呀？谁这么说你啊？你知道他来公司找我了吗？谁？莫名。什么时候？你让他抱过彤彤之后。他是孩子的亲爹。他来看看孩子不可以啊？他轻轻松松、舒舒服服的啊，把孩子扔给我一个人，他太舒服了啊！我好羡慕他。你羡慕他什么呀？你知道他来公司什么目的吗？他就是来指责我无能，说我不负责任，我不配当妈。他来公司就是来羞辱我的。那你把孩子给他，他不会不让你看孩子的。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他害的。我绝对不会把彤彤给他，绝对不会。哎呦，你看你，哎，你真够轴的，你这孩子。孩子给他，皆大欢喜。妈，你是我亲妈呀，你为什么不向着我？你就没有一次向过我过？我让你晚点生孩子。你听我了吗？你没有。我让你不要冲动离婚，你听我了吗？你还是没有。你离婚，你把孩子抢过来，你为了报复他、惩罚他，可以呀。你把孩子抢过来，你扔给我一个人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凭什么我要为你失败的婚姻买单？为什么？
我们这儿新到了一位特别专业的育儿嫂，经验非常丰富。多大岁数啊？36岁。哪里人啊？山东人。那个阿姨，要不然我叫她出来跟你聊聊。行行行，行，那您先坐会儿啊。进吧。莫大夫，我和包子妈一样，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。你这周已经是第5次跟我说你得抑郁症了。哎呀，那是因为我症状很严重啊，莫大夫。看不出来吗？可是真正得抑郁症的人是不会自己说出来的。谁说的？我自己生病，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？更何况我都说我生病了，难道你们要坐视不理吗？以前包子妈在的时候，我还能跟她吐槽，我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，真的快疯了，莫大夫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好了，你说吧，你婆婆又做了什么让你抑郁了？莫大夫，你真的太了解我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我婆婆都快气死我了，还有自己认领抑郁症的呢，这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本本是2胎，本本妈生老大的时候，是由婆婆照顾着度过月子期的。听本本妈自己说，那是一段无比煎熬和痛苦的时期，矛盾严重。可以想象。婆婆是个很传统的人。对本本妈的育儿方式各种干涉，两代人的代沟很严重。本本爸爸又是一个什么都愿意听母亲的，不愿意违抗母亲的人，所以本本妈妈那段时间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和委屈。这次生2胎，说什么坚持也要来月子中心，就是为了不让婆婆插手。谁让他们找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呢？孩子是他们自己要生的，老人又没有义务要管孩子。再说了，你既然求人家帮忙，你就别抱怨。老人有自己的人生，人又不欠你什么。是婆婆自己主动要帮忙的。现在本本妈一见到婆婆就特别紧张，当然，不会像她自己说的到抑郁症这种程度，但是也已经表现出了超常的焦虑啊。他们在这也住了半个月了，之前就有婆媳矛盾，也没怎么样，哎呀，就是抱怨而已。可是这种神经过敏和异常抗拒的反应，如果长期下去的话，是有可能转变成抑郁症的。而且现在婆婆的反应也是愈演愈烈了。怎么他们的矛盾就突然加重了呢？因为李美娥离开了。之前有李美娥在，李美娥来平衡婆婆，本本妈妈则是靠着包子妈来释放自己的精神压力，所以不需要你跟我。你不是希望每一个离开月子中心的宝妈都是高高兴兴的吗？当然了。肖总，莫大夫，本本妈那儿出事了。本本奶奶，你消消气。求求你了，别让来来来，让行让。我这都为你好，你怎么就听了句人话呢？你本本奶奶，这怎么了？你把安眠药给我放下！哎，你这干什么呀？本本奶奶，不快好好说嘛！你是不是嫌我对你还不够好啊？你想想你生老大坐月子的时候，我一滴水都不让你沾呢啊！你说说你，本本奶奶，你走开，不让你管，就连孩子晚上都是我带着睡觉，我累得腰间盘都突出了，为什么呀？啊？还不是就为你个孩子呀！我就让你好好给孩子喂口奶，你看你矫情的你啊，你会不会当妈呀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耽误了孩子的发育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你不要再讲话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讲话了。本奶奶，咱们谈谈。谈什么谈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孩子都不会生，我跟你谈？我找李主任，李主任呢？李主任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。
李准他怎么会离开呢？啊，这样来，两位奶奶，您去我办公室坐，我跟您细说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两位奶奶，您在我办公室歇会儿啊，消消气，来坐。行了，你放开我。那李主任为什么走了？李主任是调动工作了。调动工作？我看是被你跟肖总把人排挤走的吧？你们真是的，你们三个呀，就人家李主任生过孩子，有经验，对孩子还有爱心，我还能跟他反映一个情况。你说说你们俩啊，一个男的，一个生不出娃，我都不知道，就你们两个怎么能够把这个月子中心给办好？奶奶，您坐啊。你有什么具体不满意的地方，您就告诉我，我们也好有针对性的去改正吧。肖总，我跟你说，我生我家大宝在家坐月子，不夸张的讲，就跟那个蹲监狱没什么两样。我婆婆那叫一个贴身监控啊，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多待一分钟。365天，我简直就是一头奶牛，我除了为孩子就是为孩子，我简直都生无可恋了。我好了，怀我家二宝，我就跟我老公说必须得去月子中心，为的就是不让我婆婆来伺候月子。可结果怎么着您也看见了，我这前脚刚进来，她后腿就跟过来了。你说我能怎么办？她又不是我妈，我又不能赶她走。你要不想见她，我可以不让她进来。真的吗，肖总？您真的能拦住她？当然了，我是这的负责人，你是我的客户，我当然先保证你舒服。太好了，肖总。哎，你带过孩子吗？你懂吗？这猪油汤那是最下奶的，你看看你们那个月子餐，那清汤寡水的，那能下奶吗？我们家的猪油汤那不是什么网上买的，那网上的那都打什么抗生素，而且有的还给喂什么避孕药。我们家那个全是自己粮食给喂的。我们村的产妇啊，那坐月子全都是从我们家拿猪油，可我那儿媳妇倒好，哎呦，就像让她喝毒药一样，她一口不喝不说，她还全给我倒了。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？哎呀，其实我也不是跟她生气，我就怕她回奶。你说她要是回了奶，那我那孙子喝什么呀？我就说了她几句。头都饿了，都哭了半天了，要不你给他喂喂。秋蕊，听我说吧，你们眼里只有孩子，就你们最心疼孩子，就我是后妈，就我最自私，是不是？我刚刚不是给你喂过奶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哭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快要把我榨干了！哎。我跟你说这些，你能理解吗？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还找李主任去。李主任他什么都懂，他怎么就走了？电话。本奶奶，哎呀，您看，您来我们月子中心以后还没参观过呢吧？我带您转转，散散心。哎呦，我哪有功夫跟你去散心呢？我就想我孙子能够吃上一口好奶。哎，您看吧。是不得本妈的心情好，她的身体才能好啊。那这怎么样才能让本妈妈的心情好呢？那得您先心情好啊。您在我们月子中心转转，看看，高兴一下，然后咱们再去教育本妈妈，您看行吗？哎呦，走，我呀带您好好参观一下我们月子中心。不是我让她不高兴，总她惹我生气。陈总早。陈总早。李总，我小孩那边都搞定了，我左思右想，还是工作重要。北京竞标的事情还是我亲自去吧。孩子病好了？是啊，之前是我多虑了，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。你家小孩体质比一般小孩差一些，发烧频率高，生病频繁，你还是要多留意，得带他好好的检查。嗯，好。其实小孩生病也都是正常的，
我家孩子也一样，只是当妈妈的容易草木皆兵，小题大做。你自己呢？我怎么了？你的病去看过医生了吗？李总，您搞错了吧？我没有病。这是你的药吧？不是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小陈，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精神压力比较大，刚升上副总，又离婚，一个人带孩子，非常的辛苦。我也反省过了，一下子让你当这个副总，给你的压力似乎太大，太勉强你了。我可以给你推荐个医生，我太太的闺蜜之前也得过产后抑郁症。李总，您真的误会我了。公司已经有部分员工在讨论这件事情了。谣言一旦散播开，传到客户耳朵里，不仅项目有可能失败，我们这个部门的整体口碑都有可能受影响。我给你放个假，看看病，调整调整。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北京出差的事情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让萌新去。本本奶奶，您看看我们这儿的宝宝。穆大夫，哎，这些宝宝的妈妈都没喝过猪油汤，这些宝宝不长得也挺好的吗？哟，这些宝宝怎么都没包好呢？乱七八糟的，也都不是蜡烛包啊！你这长大以后肯定得是罗圈腿。本本奶奶，您的观点可落后了啊！别说本本他们了，就是我们这一代没有绑过腿啊。您看我这腿，不也长得挺直的，也没罗圈吗？瞧你这么肉，是个女的都敢欺负你，真是。哎，那边又是做什么的？啊，那是 VIP 区。VIP 我懂啊，你们也搞 VIP 呀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价格贵了一些，因为增加了很多服务项目。那贵多少？差不多比普通区贵了一倍多吧。那还好，幸亏我儿媳妇她住的普通区，那不太贵吧？差不多大几万吧。莫大夫，我跟您说过不能告诉我婆婆花了多少钱，您可倒好，连连带整的说了个齐全。我婆婆现在疯了，要跟你们讨债呢。哎呦，坐个月子要好几万，这都干什么了？啊，你给我算一算，今天要是不给我算清楚啊，我上315告你们去。阿姨，您先别激动。您刚才这么说话就不讲道理了。我们的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，来的客户之前都是签过合同的。小周，把本妈合同拿过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看什么合同，那不是我签的，那是我儿媳妇给签的。她没脑子，让你们给骗了呗。住不起就别签合同啊。哦，住进来了又喊贵，什么意思？想赖账啊？你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啊你？您什么都不懂，就别在这儿丢人了。我什么不懂啊我？啊，是好几万呢，谁给的？不是我儿子拼死拼活挣的吗？你说说你这几年你挣过一分钱吗你？啊，坐个月子那不就是带个娃喂个奶？看你把你娇气的，真是，这是我儿子的血汗钱呢。妈，是谁不让我工作的？再说了，我有时间工作吗？我这生完大宝就生二宝了，就算工作，我也不比您儿子赚的少啊！不是，阿姨，您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。你儿媳妇刚生完孩子，刀口还疼着呢，她需要休息。再说了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您那个年代生完孩子坐月子，只需要躺在床上喂奶。我告诉您，现在的女性，不再是这样了。还有，这里是公众场合，如果您再大喊大叫的，我只能请您出去。
任贤，进。这是季总那边出的策划书。知道了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任贤，听李总说，您过一段时间要休假。不知道呢，还没想好。哦，丽丽，你觉得蒙欣这个人怎么样？蒙娜，他性格比较像男孩子，大大咧咧的。像男的有什么好的？伤害女人的，不都是男人吗？嗯，我跟他也不太熟，小西挺喜欢他的。你们下班之后是不是经常在一起玩啊？站着干什么？坐。嗯。你们都聊什么？跟我说说呗。肖总，您给我办手续吧，我不在这住了。我丢不起这个人。你才住了半个月。再说你现在的情绪，回去能解决问题吗？烦死了！我干嘛要生那个二胎嘛？别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你说她是我婆婆。我又不能跟他闹掰了，我要真闹掰了，我老公那儿又该怎么办？我去！哎哎哎！别！他在你办公室吧？不是，你要干什么？让他走。哎哎哎！干嘛呀？我知道，你现在真的学会了站在妈妈们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了。那你不能那么跟老人说话吧？你得先尊重老人啊！我知道我态度不好，所以我向他道歉，然后让他走。哎，别！干嘛呀？你能不能先冷静点啊？这老一辈的思想他已经根深蒂固了，他怎么可能那么快就转变成你的新观念呢？他们这一代人就是省钱省惯了。你还有脸提？这么简单道理你之前没想明白，还居然去跟本本奶奶告密？我哪能想得到，她婆婆一点都不知情啊！哎，行了，总之这事儿你别插手了啊！你别进来啊！孟大夫，我可不是针对你个人啊！啊，你这会所也不是你私人开的对吧？啊！我呀，已经叫我侄子给市政府打电话了。我要举报你们这家黑心会所。举报？你有权利举报啊！我们的价格是公开透明的，欢迎社会各界来监督我们的工作，当然包括您了。你别给我打官腔，你欺负我们乡下人，我没见过世面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打起官腔来，我比你会打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。莫大夫，下午的育儿课你还能准时上吗？上，当然上。这样，白文奶奶，我下午还有课，您先回去歇着，等我上完课咱们再聊。哎，谁有闲工夫跟你聊？退钱！你要不退钱呢，我今儿就不走了。哎，阿姨，奶奶。谁是你奶奶？没你那么肉的孙子。要不我去跟宝妈们说一声，今天课取消。等等，本本奶奶，要不今天的课由您来给我们上吧。什么意思？您不总说我们这儿照顾宝妈方法不正确吗？干脆您用您的经验来给我们上一课，反正听课的都是宝妈们，
还有一些姥姥奶奶您都认识。啊？哦，啊，奶奶，这样，您把您的经验给我们大家都分享一下，真理越辩越明嘛。行，那今天呢，我就给你们上一课。你们别整天跟我开口闭口的就说什么科学育儿，那都不管用。这管用的呀，还是要从我们老一辈传统的实践中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您说的都对啊。哎，那您请吧。这借我用一下啊。哎，上课归上课，退钱归退钱，两码事儿啊。别给我打马虎眼儿。各位宝妈跟家属，今天这节育儿课，我请本本奶奶给大家分享一下她育儿的经验，大家欢迎。猫大夫啊，非说让我给大家上课，其实也不是什么上课，我呢，就想跟我们这些个老姐妹一块聊聊天儿。今天还有这么多宝妈在这儿，我也想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些当姥姥的、当奶奶的，这心里面怎么想的？哎，我说话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插话啊。我儿媳妇啊，她跟我儿子是大学同学。打小啊，因为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，家里有点惯，所以呢，这媳妇儿呢就有点娇气。他们结婚那会儿啊，我就担心，就担心他们俩过不到一块儿去，所以呢，我就着急着想他们呢赶紧有个孩子。我心想，这有了孩子呀，这个家不就安定了吗？是吧？自打有了我们家大孙子呀，我可是全心全意的扑到孩子身上，我连一个安稳觉我都没睡过呀。因为我媳妇儿她什么都不懂啊，我怕万一这孩子要是有个好歹，你说他们这家那不就散了吗？是不是？我还是为他们俩好啊，是吧？我那儿媳妇呀，她总你得知道你婆婆心里想什么，你才能跟她沟通。就弄得我的心里呀也有点不高兴了。哎，后来呀，有件事情就让我对我那儿媳妇改变了印象，那是生了我大孙子，我儿媳妇呢奶呀都挤不出来，我呢是什么土法子我都想尽了，我那儿媳妇呀也是受了不少的罪，可是还是不行。哎呦，她那个奶呀，那胀的呀就跟那个气球那么大，哎呀，可是她就是不出奶。后来去了医院，那医院里面就给她用了那个吸奶器，那个疼啊，那就跟上刑似的。我那儿媳妇呀，她那么娇气，可她就咬紧牙关，就硬挺着。哎呦，那个泪呀，汗呐，就那么哗哗的流。我在旁边看着呀，我这心疼的呀。啊，你们说，谁说的只有这个亲妈才心疼闺女儿？那我们做婆婆妈的，我们的心也是肉长的呀。我们也当过妈妈，我们也是女人，都经历过这些，是吧？都说我跟我儿媳妇关系不好，其实我俩真的，我俩什么矛盾都没有。我也知道她是个好媳妇儿，也是个好妈妈，只是呀，我这人我就不怎么爱夸别人。可是我媳妇儿啊，她不喜欢我，真的，我特别难过。我一直把她当我的亲生闺女儿，都说我抠，我是抠。我婆婆妈在的时候啊，就对我不好，我心想，等我做了婆婆，我一定要做个好婆婆。可
可我不知道我儿媳妇，她也把我当成恶婆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真的。妈，妈，可真能煽情。我不是煽情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您都是真心为我好。嗯，你有什么深仇大怨？你要这么害我？就你，只是打个工而已，还销售主管，在简历上造假，这是事实吧？我那就是和朋友喝酒的时候闲聊说的。你把丽丽、小希当你的朋友，你认识他们才几天？身为你的领导，我有必要给你上一课。你看这样好点吗？嗯。行，那我走下一场。哎，那间办公室又空出来了，你可以去向蕊姐争取了。我可不敢。也是，都是被蕊姐弄走的吧？他这样，简直像等着肖央回来。为什么要赶走孟欣？他是自己辞职的。不是他，那盒抗抑郁的药不是他给李查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看见明哥把那盒药给了你，也看到你把它给扔了，我给他捡回来了，然后放在你桌子上，可能就被李查也看见了。你别说了，你出去。我今天就是被开除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虽然我总是替明哥、老肖打抱不平，哎，我也不怎么喜欢你，但是我肯定不会坑你，我也干不出这种事情来。我真心觉得你现在应该把病治好比较重要。我让你别说了，出去。你一直觉得萧炎针对你，一门心思想把他挤走。萧炎走了，你又觉得萌新害你，现在萌新也被你黑走了。如果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在黑你的话，那到底谁的心理失衡？闭嘴，出去，滚，给我滚！萌欣临走前给你留了东西，你看一眼吧。娇蕊，虽然你不喜欢，但我还是想这么叫你，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我要回纽约了，
我想跟你发微信，但是你把我拉黑了，所以我只好选择这种复古的方式和你告别了。但我想来想去，觉得你可能还是误会我了。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，但我想说，我没有恶意，并且我真的真的很崇拜你。说你是我的女神，那也是真心话。如果我将来要做一个妈妈，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妈妈。我也由衷的希望你永远做一个时尚妈妈。这什么包让你一背，都跟地摊货一样。找死啊！这是蕊姐送我的，我知道。让我背一下呗。不给你不说这地摊货吗？哇，这摸着真舒服，你帮我拍照。那当然了。你别动啊！一二三。本本妈和她婆婆现在好的跟亲母女似的。那回了家以后不会又吵吧？吵不怕，吵完记得彼此的好就行了。今天没开车啊？今天车限号，叫个车就行了。你别叫了，我送你吧。不用，现在很方便的。原来是有专车呀。汪大夫，齐律师，好久不见了。看这意思。以后我们得经常见面了吧？有可能，只要肖总不把你开除就行。走了，再见。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啊。嗯，心情不错有什么用？本来也没什么事儿了，还得再跑趟医院。你要是不想去呢，那咱们就不去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你要是认真的，我就是认真的。可我为了去趟医院，疼了一下午的时间。现在要是回去……谁说要送你回去了？那我们去干嘛？你现在最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都行吗？嗯。我想看艾弗曼的《安娜·卡列琳娜》。安娜·卡列琳娜我知道，可是这个艾弗曼是谁啊？俄罗斯最顶尖的现代芭蕾舞团的创始人，说了你不懂。干嘛？艾弗曼的芭蕾舞团，哟，今天晚上就有演出啊？是啊，在广州。带身份证了吗？不会吧？这怎么了？感觉像是做贼心虚的样子啊！我觉得好像被你带着逃课一样，就像是回到了少年时代。嗯。